的观众大家好，我是文慧，我是金凯，欢迎收看国防线上。每年最夯的全民国防暑期战斗营于七月圆满结束喽。军文社特别制作系列报道，在看完上周陆军各营队后，这一集将介绍两栖勇士挑战营以及海上生活体验营、航空战斗营、航空科技体验营以及铁卫战斗营的实况。现在就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了解精彩活动吧 ！Go！ 位于南台湾的两栖勇士挑战营，即使艳阳高照，仍吸引青年学子参与。课程内容除了有非常实用的水上求生训练，还有 AAV 馆、两栖登陆突击车乘坐体验，充分结合海军陆战队能水能陆的作战特色，让学员在活动中见证海陆健儿的勇猛剽悍以及执行任务的艰辛。今天早上上了水上求生，我觉得用衣服跟裤子自行充气，这样子获得休息的时间真的很有用，再加上现在的水上操艇也真的是很有趣，而且是难得的体验。因为我看他的课程是还蛮符合我未来的喜欢的职业，因为我的科系是消防安全，但我本来想要考救生员，然后刚好看到水上的训练这个课程，所以我就来报这里了。现在来到海上生活体验营，学员体验海上航行，舰上官兵也为他们介绍各型舰艇的任务与特性，并进行口笛、绳结教学，以及体验航海瞭望、救火衣穿着与手旗识别等科目。学员们展现高度的学习精神，在实作中见证海军的专业与魅力。另外，海军水下作业大队也细心指导学员们穿上潜水装备，透过亲身体验，实际感受官兵平时艰辛的训练过程以及执行任务的专业技能。我平常就有来海军参观军舰，然后都有一些问题会问这些官兵，他们就是因为这样，所以我对海军非常有兴趣，所以我每次来这里都会问很多相关的知识。满足年轻人翱翔蓝天梦想的航空战斗营，学员们搭乘 C-13 动运输机前往各空军基地，由专业飞行教官解说各型战机性能，使他们对空军健儿的坚强战力留下深刻印象。课程中也安排体验战机模拟器，感受在机舱内驾驭战斗机的高难度，了解飞行员训练过程的甘苦。就是现在的模拟机训练，就跟实际飞机是1:1这样子，我就觉得好像真的很像在开飞机一样，很特别的经验。我来参加暑期战斗营之后，我会更想要从军。像我们来战斗营，我们就可以看到说，像空军官校他们是怎么培养一个未来的军官，空军的军官。然后从一些基地的探访，也可以看到一些他们实际上怎么进行一些战演训的任务啊，飞机的一些准备之类的。我们可以亲眼去了解说，哦，我们的空防是怎么样在运作。航空科技体验营则为学员安排进行飞航管制塔台模拟仪操作、气象解说、摩斯密码的运用和无线电报务作业方式、战管作战管制流程等课程，激发他们对航空科技的兴趣，了解各空军技术人员的工作内容，进而体认官兵捍卫空防的重要性。因为对航管非常有兴趣，所以今年暑假报名了航空科技体验营，然后在这次的行程中也参访了马公基地的 GCA， 这项体验是在外面体验不到的，让我收获非常的多。参加暑假的战斗营让我暑假充实了许多。我本身对飞机非常的有兴趣，去年参加了航空战斗营，今年参加了航空科技体验营，经过这两次的营队，我对空军有更多的了解，对我未来的梦想也有更进一步的认识。
同一时间，深受广大学子热爱的铁卫战斗营也如火如荼展开，安排攀岩以及实弹射击等课程，都让参与活动的学子觉得既新奇又实用，感到不虚此行。其中学员最期待的90手枪实弹射击体验，透过教官说明、手枪诸元介绍与分解结合，并完成雷指器训练及射击预习后，随即上场射击，对打靶的震撼留下深刻印象。我刚体验了垂降跟单手突击，然后我觉得垂降刚开始上去的时候会有点紧张，然后就跳下来发现好像还蛮快就没有，然后只要姿势正确，听从教官的指导，都很安全，然后也很刺激，就是在别的地方花大钱也不一定玩得到的。以前没有射击过90手枪，以前都是射那个 T91 步枪，那都是趴在地板上去射的，然后感觉很不同，就是手拿枪拿得有点酸。对，射完之后就是枪震动还蛮大的，还要把枪调回原本的位置去。感觉还蛮特别的，跟以前趴的射感觉不同，这次就是立射，对，还蛮特别的。在看完海空宪兵的营队后，大家是不是还意犹未尽呢？下周将带领大家前往一队体验营、新闻研习营、国防科学基础科技实作研习营、中正预校科学体验营及医学研习营等5个营队哦。会记得收看哦。